斯諾登事件是一個突發的事件的，其實嚴格來講跟我們特區的施政是沒有關係的。當然啦，但是如果這個事件如何發展呢，我想律政司司長也好，行政長官也好，都強調是會根據香港的法律去處理這個工作。我想在這個階段都只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我們香港一貫的遵從法例的精神去處理這個比較複雜的一個議題。我信得過如果特區政府是有去到一個階段，他們是可以進一步去交代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去交代。